观音光卫生局推动改观的运动，已经有十外冬的时间了。不少医疗医生嘛，拢做伙来加入成立改观的门诊。其中，台大病院婚姻婚姻在去年就成立支持改观的团体，嘛鼓励接观的民众做伙来改观，好成功率是增加一成以上。因为改观通常拢会大考，所以病院嘛特别推出了食谱，要给大家来做参考。感谢命运，感谢心，感谢有你。透过一首感恩的心，台大病院婚礼婚礼，就是要让大家知影，因在去年所成立改婚支持团体，在互相支持的力量下，效果真正袂歹。我们传统大概都是成功率大概在30%到40%，那经过我们成立这个支持团体一年之后。我们针对这个团体内的成员来做这个统计，发现成功率高达58%，所以比起原来的30%到40%，其实是高出许多的。那这也让我们有信心或更有动力来持续推动这个戒烟支持团体。婚姻馆推动戒烟已经有10多年的时间了，嘛在医疗医所共同加入以后，现在婚姻馆戒烟的比例是比全国统计更加低。几年来的一个戒烟的一个成效，以2014年来讲，全国戒烟的一个比下降的一个比例是17.1%，那我们云林县已经下降到15.1%。比全国还低，所以戒烟的一个成效，在全国来讲，云林县的成效算是好的。因为戒烟的民众通常都会比较大口，所以医方今年也特别推出戒烟的食谱，让大家来做参考。那在饮食调整部分呢？先前来讲，对抽烟的朋友来讲的话，在口感上比较重口味。那这时候呢，我们会希望他在饮食的方面做一点改善哈，朝向清淡的一些口感，比较少盐、少油哈，少低脂肪等等。那在饮食调整部分呢，最好再多一些蔬果类哈，像抗氧化物质之类的一些食物内容。那在油脂类的部分呢，在肉类的部分尽量减少，以低脂肪为主哈。在戒烟的过程中，不少民众甲第二礼拜也是第四礼拜中，人是上无爽快的，所以只要坚持过了这段时间，就会当成功来戒烟了。所以以后嘛，鼓励戒烟的民众做伙来为健康做努力。记者陈心，长报道。